大家好，我们是卢氏兄弟，我是老罗，我是宇哥。今天我们要到广西这边河来抓鱼了。哎呦，好干的这个河。有一点凉啊。好，现在把网拉过去。往这边呢，别往下去，拉上去一点。哎呦，好猛的鱼！哎呦，还有一条在下面。哎，一条了。嗯。啊，好多下面。哎。又抓一条，哎，好累。哎，今天太多人在搞了。这有一条，哎呀。上面已经收了这么多鱼，现在准备往网收了。那网上还站着好多鱼的。这个放在岸边。哎呀，这里一条，等一下再一起收算了。哇，今天又搞了这么多。啊，这一网，你看，挂有多少啊？应该还有五六斤呢，在这里渔网这里。哎，在这里吧，啊，我给你看，我这里抓到一条这么大的，看，哇，你看这么大的，啊，那个水蛇粘上去的，哇，肚子里面吃了一条鱼。补补的，把它放生，把它放生。哎呀，它来被，快被它咬啊！慢慢解开，把它放生。哎，数一下这一网粘了多少条啊？今天又是大丰收啊！广西的河就是鱼多，你知道没有？哎呀，一条。应该有二三十条，
知道，数一下就知道。有点冷今天。冷啊，两条。哇，老罗，你看还有这么多。哎呀，还有二三十条啊。有啊，看这么多。今天可能又有二十根的鱼了。你看这里面都有这么多了，这都有十多斤了。你啊，吃鱼吃鱼吃到这里就来，怎么解开啊？这个饿啊，看着吃的恶心啊。渔网又破了很，别下次别进来啊！还没死呢，还没死呢。大概有多少？有多多重？你看，二十多斤有没有？有，十多二十斤，差不多二十斤了应该。等一下我去称一下。啊，你看，哇，好猛的！好，今天的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。回家做吃几遍吃了。回家做。没有。